各位线上的粉丝，大家晚上好。那今天这么迟才上直播，不知道线上还有没有人在线上等我？我们看一下。OK， 嗯，开始有人上线了。OK，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比较迟一点 ，Hello。嗯。OK， 大家晚上好。今天忙得比较迟一点，现在才刚刚回到家。所以回到家第一个时间我就赶快做直播了，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在等我的直播，所以我要赶快做直播，有什么东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现在这个直播做的比较快一点，因为我知道比较迟了，现在10:08左右，所以不要让大家太迟，明天还要做工。 OK， 你们好，晚上好，有没有在线上等我直播？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基本上对我来说，我每一天都要上线做一下直播，我才睡得着，不然我好像少了什么似的。所以可能对你们来说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可能你们可以 po 上来给我知道一下。 OK， 晚上好。 OK， 那我快速讲一下，跟大家宣布一下，在这个1月7号有好消息要宣布。 OK， 1月7号的时候，2018年1月7号，其实有一个风水讲座，这是由富贵集团主办的，叫做临浅贺岁趁旺抢运的一个风水讲座。我会在这个讲座上面有大概一个45分钟的讲座时间，所以给你们看一下啊，是这个票来这个讲座会，你们一定要有票，凭票入场的。所以线上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票？ OK， 没有票的话，你们可以分享这一个直播，现在的这个直播，因为今天这个好消息就是我要送出大概50张票给线上的粉丝，所以也当作是粉丝的回馈的一个活动，所以有50张的票，是很多张的票，所以这50张的票是我跟富贵集团这边拿的，所以这50张的票希望送给线上支持我的粉丝。那在这一个讲座会里面，主要的风水师那就是我的师父黄石林老师，这是我的师父黄石林老师，所以他是主要的主讲嘉宾。那么我也会在现场讲一些关于开运的东西，所以在现场你可以跟我合照，当然也可以签名，还有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我的风水日历的话，在这一个活动我会送100份风水日历出去，所以要日历的朋友，然后又拿不到日历的，你最好来参加这一个讲座会，那你就可以得到我的风水日历，是免费的。 OK， 有100份日历会送给线上，不是线上，是来到现场的粉丝。 OK， 所以现在这个时刻呢，我是打算送出50张票。基本上这一个票呢，它需要你去买的，那一张票大概是20块钱左右。所以现在你只要分享我的直播，然后你告诉我你要风水大会这个临浅贺岁2018年的风水大会的门票，我就可以送给你50张。OK， 当然我是希望送给新山的粉丝、新山的朋友，因为这一个活动就是在新山，在这个丹曼音标 Master 南方学院这边。所以只可以，我觉得新上的朋友比较实用，你们就可以来到现场来听我们的讲座会，到时候会有2位风水师，一个就是黄水林老师，还有我来为大家讲这个2018年的这些开运的方式、流年的运势、12生肖的运程等等。当然这一天的主持人就是陈嘉龙老师，就是8度空间的名主持人陈嘉龙老师，我会跟他配合，所以很值得大家来参与的这一个活动。所以线上的粉丝，如果你要票的话，赶快现在你就讲你要入场票，那我有50张，我告诉你是很多，50张。 OK， 所以有50个幸运的观众、幸运的粉丝，在今天的这一个直播里面，只要你有 share， 然后你告诉我你要票的话，那我们都会选你的名字。当然现在这个时间因为太夜了，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我没有助理在这里，那我自己一个人，等一下我看了你的这个 po 文，或者是你讲你要的这个 po 文最好就是你要有 share 啦，那我就会私下 PM 你。 OK， 所以幸运儿我会私下 PM 你们的。 OK，
当天有送日历 ，OK， 当天有送100本日历，所以只限先到先得的来到现场的观众能够拥有我的日历 ，OK。有什么东西你们要 comment， 什么东西你们要知道的？我看一下哈，因为这一个，我看一下，这一个活动，这个风水讲座其实是，这一次是凭票入场的。而且这一次的票都是拿来卖的，一张是20块，一个入门票是20块钱。OK， 所以现在我拿50张出来送给粉丝。OK， 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要票，要票的赶快 share 哦，然后赶快 po 上来说你想要这个风水大会的入场券，那我就等一下就可以选你。反正这个时间段这么应该是比较少人上线，所以你被选中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当然外地的朋友如果你要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要的话你就同样也要通知我，你在外地可能你当天的时候才拿票，可以这个样子的，我会留着你的票根在当天叫我的助理拍给你，可以这个样子。所以就看你们有没有心来参与这一个讲座会。这个活动算是蛮大型的活动，基本上我们是预测有1000个人的活动，那主办单位其实就是富贵集团 OK。 那主要的风水讲师是黄旭林老师，我是其中一位嘉宾，那主持人是新闻主播八度空间新闻主播陈嘉龙老师 OK。 所以我在这个2018年的第一场正式的讲座会是这一场 OK。 看一下哈，我们就讲久一点吧，给你们机会赶快 po 上去 OK。 我们看一下哈，风水大会，所以有时候你们要一张票或两张票其实都 OK， 因为可能你来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来嘛，我们讲凭票入场可能你还有家人还有孩子你要带来都可以，是一个大人和小孩都可以来到现场的一个活动。那么在现场我除了会送日历以外，我会看我自己的那个福袋福米袋，我可能会带一部分过去在现场免费的分发给来到现场的观众当然还有就是在现场如果你要买这个乾隆古币，我也会准备很多乾隆古币，那当然是以特别的价钱卖给线上来到现场的粉丝们还有很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会整个活动都在现场，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想要跟我拍照或者你想跟我聊天或者是签名之类，都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互动一下。因为每一次可能你看我的直播都是通过这个 Facebook 面子书直播，那可能很少人能够看到真人，所以在现场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很近距离的互动，那我会在现场整个活动都会在现场 OK。 所以非常欢迎你们出席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一年一度的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当然我基本上都会因为我没有搞一下自己的风水活动，我只有一个是在1月6号，就是在1月7号前一天的那一个活动，我主要都是在送粉丝礼物，那是一个回馈大会来的，会有红包现金红包会有现金红包送给粉丝，那还有就是电话有 iPhone 10还有 OPPO 电话送给粉丝，拿到我的电话还有那个 iPhone 10还有 OPPO 电话的粉丝，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OK。 还有当然就是水晶手链我会送，还有我安排了蛮多东西蛮多的礼物，我看明天有时间我要把这一个礼物 list 出来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那天的活动主要就是送礼物，在1月6号包奕凡粉丝包奕凡粉丝回馈大会，那主要就是送礼物，然后我会我的主持人也是陈嘉龙老师，那当天我会跟他就是闲聊，我们就是讲一些未来的计划2018年有什么打算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话题，他主要就是跟大家就是很随性的闲聊一下，所以那个是很没有压力的一个活动。但是线上的粉丝只要你在当时线上收看，还有就是你要 tag 朋友写一段感言
那就能够感动到我们，我们就会现场马上选出来，你就可以得到好多我们的礼物。那得到礼物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有很多人要礼物，但是当天我准备的礼物超过100份， OK， 超过100份，所以你拿到礼物的机会也非常非常的高。那1月6号就有一个我的粉丝回馈大会，那1月7号傍晚6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就是这个零钱贺岁由富贵集团主办的风水讲座会。所以在这个活动里面，你就可以亲自见到我，你可以见到我的师父黄思林老师，所以非常欢迎你们能够来到现场。当然如果没有机会买到票的话，你可以来到现场，也可以现场买票的，我们都有准备票根在现场给你们。但现在呢，我就送出50份免费的票给线上的粉丝们，所以要票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讲你要票 ，OK？ 那最重要还是要 share 我的这个直播 ，OK？ 所以难得的一个机会，一年一度，现场还有幸运抽奖，还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最重要就是你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 ，OK？ 看一下有没有人多人要这个票，线上有一群人了，在线上。所以有时候我出席活动其实不是很多，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做 live， 在做直播，所以大家都是通过视频来看我。那难得的一个机会能够在线上，在现场能够大家互相的见面，互相的看到彼此， OK， 所以这是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OK。 我们看一下哈，OK， 你们赶快 share 啦，赶快就 po 上来让我知道，因为我要选出50位 OK。 那如果是没有被选中的朋友，那么你又很想来这一个风水大会的话，那么我会建议你，你可以来我的店买这个门票，一张票是20块， OK， 每一个人都要买啊。如果你一家人4个人来，你要买4张票， OK。 但是今天我说，如果你是一家人有4个人，你告诉我，哎，你要4张票，因为你有4个人，你可以这样子写的 ，OK， 可能我也会选你的，没问题的 ，OK， 我只是要送出有心要票的粉丝这50张票。那么拿到票的粉丝，你一定要来现场，不要浪费了我的票 ，OK， 那么如果真的是抽不中你的话，你很想要票的话，你来我的店。包括我在 Nusa Bestari 或者我总行的店都有售卖这一个门票 ，OK。但是你要付20块一张票啦，那20块不多了，没关系的。最重要就是我的 calendar 已经停止免费发送了，已经停止没有免费发送了，只有在这个活动里面，我有免费送出100份。所以还想要我的 calendar 的朋友，你一定要来这个活动里面，因为有免费送100份 ，OK。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回馈大家的一个方式。OK， 所以线上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你们继续的 po 上来，等一下下线了过后我才选 ，OK。那么时间也很夜了，我今天就做一个快速的直播，那么现在就要准备下线了 ，OK。谢谢大家的时间，也谢谢你们的等待，今天太迟了，所以不好意思啊 ，OK。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待。OK， 那我们就明天在线上还要再见到一次 ，OK， 就这样子啦，大家早一点睡觉，明天再见 ，OK， 拜拜。